能把它翻转，然后点下那个，啊，全网，咱们就有三那个72小时，啊，全网既有颜值，有专业的舞蹈哦。然后哥们点点心吧，我的心好少，才100多。屏幕左滑一下有点心打卡，哥们点点心。咱们先跳第一个舞好不好？我稍微有一点点感冒。哥们点点心打打卡，屏幕左滑一下点心打卡，然后我这应该是又卡了。咱们心尽量过个1000吧，宝宝们。模特摇啊，摇不动了。哎，我从昨晚11点直播到现在，有点摇不动了。跳个舞吧。点心是不是又卡了呀？我这点心是不是又卡了？谢谢哥们的礼物啊，谢谢我贴心哥啊，谢谢哥的礼物。我这是不是点心又卡了？你们点心了没？哥们们点点心啊，然后那个
没有打关注的，给我们点点关注，还有九九三的关注，我们都点点。个子太大就显不显可爱了，没办法，基因就这样，1.76米腿长1.72米，就这基因。那个我看呢，咱们家哥哥呢，不是九九三的哥哥老看性感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呢挑个不一样的，咱们挑个可爱的吧。看我今天穿的这个小衣服，对不对？咱们挑个可爱的模特，对，我是内衣模特。Listen, boy. My first love story. Not angel. I'm a girl. Not sunshine.诺宝的关注啊，喜欢看诺宝跳舞的话，咱们关注太少了，今天凑个那个还差118个人啊，哥们点点诺宝的关注，然后把心也点一点，没有韩国棒子好，你他妈是中国人，那你就去啃韩国棒子好吗？好了，那个哥们最后一个舞呢，你们想要性感的、激情的，性感的扣一，激情的扣二，然后动感的扣三。性感的扣一，激情的扣二，性感的扣三。我看看咱们哥们都想看什么呢？全是性感的是吧？性感，我觉得咱们跳个动感的好不好？跳个动感的，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啊！哥们点点关注，点点心，屏幕左滑一下点心打卡，咱们跳个不一样的。
谁扣四了？哎，卡住了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就可以跟我回家了。你们有没有点关注的？有没有点关注啊？不点不点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喜欢我应该点，不喜欢我应该点。为什么？你喜欢我的话可以看我跳舞回家，不喜欢我的话你回家可以黑我，对吧？我是一个喜欢操黑粉的主播。好了，那个哥们没有点那个直播通知的，点点直播通知，然后把心也点一点。好累啊，今天。最后介绍一下我自己，你别忘了我，主播身高1.76米的，我腿长1.72米，是一个内衣模特。所以说喜欢小诺宝的，记得点关注不迷路。还有咱们993的那个我行我秀嗨翻天，都点一点。还有18秒的时间，谢谢咱们刚才所有哥哥送的礼物啊，谢谢七猪哥、陈夏哥，谢谢这个五弟的哥哥啊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要不要走了？拜拜。